十月的二十二号、二十三号，十月二十三号星期天，啊，中午呢已经到了12:19。你看看这边，满都都是人，就是为了参加新北市金发局所办的市场节，啊，新北市所有的菜市场的知名的产品，通通都在这边，通通都在这边展售。来了这个一大堆的观光客，一大堆的市民，在这边来买这边的他们那个特有产品。记者呢也在那个新北市的万里区也会买一个鱼松，还买一个韩国泡菜，是哪一个区公所都会搞忘记了啊，哪一个区的菜市场。这边是市场节啊，非常的热闹，零售市场，新北市的零售市场这边已经办了很多届了，欢迎我们有兴趣的民众来到那个新北市那个碧潭那个东区这个东岸这边来参加市场的活动啊，可以买到新北市的好多好东西。谢谢您。环球邮报记者燕国龙在现场的报道。